是安雅，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辣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家里怎么跟小朋友相处的呢。Hello， 嗨，我是安雅，我也是安雅，安雅，两个安雅都很正哦。对，那你小朋友多大了？啊，他现在5岁，读幼稚园。5岁，对，5岁真的是一个很可怕，但是又很可爱的年纪，对，就是一个恶魔跟天使的混合体。那你平常都是怎么带他的？平时就是都我自己带嘛，就是一手包办，出去玩、上课，然后照顾他睡觉，然后我工作，就是都一个人这样，都自己来。对，那真的很厉害耶。就妈妈真伟大，妈妈真的很伟大。那这样子晚上呢，睡觉也是都是你陪他。对，就是晚上，因为他跟我一起睡，然后他有他自己的床，但是他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小朋友都这样，他是从床头睡到床尾，就是从床尾睡到床上，有时候还爬上我的床来睡，所以导致我就是睡眠品质一直都不是很好。真的，而且会这样子360度旋转。对，而且他还会把脚放你的脸上，然后又很会踢被子。那现在热，你又要开冷气，然后他又会踢被子，但是你冷气不开，他会流汗。然后被子不盖，他会感冒，所以我就得一直起来。所以长期这样下来，你看5岁嘛，从他小时候到现在5年、5、6年了，我都是晚上就是没有睡好，所以导致于我的黑眼圈、眼袋都跑出来。那除了晚上他这样子睡觉，那你平常的睡眠品质好吗？很差，从以前就很差。对，因为我本来就是很浅眠的，我一个晚上最少起来3、4次。对，而且在小朋友家又不好睡。对啊，就是他只要一个声音你就起来。对，然后又加上我们家有狗，狗又很吵，我真的是一个晚上真的没有睡好过。你要照顾狗，也要照顾小孩。对，那这样真的是长期熬夜下来就会造成那个。对啊，然后可能我工作也是需要熬夜，也要熬夜。对，我2、3点才睡吧。你2、3点睡，然后等于说用完小朋友2、3点才睡觉，才有自己的时间。对，然后7点再带他去上课。7点再起来，那你真的没有什么时间睡啊？对，所以就是。皮肤老化的也很快啊，所以有啊，皱纹很深。我从这边看到，就是那脸在浮得很明显，很明显，而且是笑的时候更夸张，这两坨。对，你知道微笑一挤上去的时候，这个浮肿感啊，就超明显的。对啊。对，就是，但是因为现在放假，所以睡比较饱，这还是轻微的。我如果平时在工作，更累的话，就是眼袋更明显，不用笑就有两坨，然后就会说你昨天去当小偷，说没有啊，昨天去工作。那你这样子，那你这样照相怎么办？照相，然后一起修图哎。对，带我儿子出去玩拍照啊，他就会说：“妈妈，你眼睛怎么这样子？”对，妈妈老了，妈妈变老了，有什么方法可以？其实啊，眼袋一出现之后啊，就回不去了。而且你又加上你日常生活中你的那个睡眠品质不好，它就会一直恶性的循环下去。那如果要改善的话，还是要建议手术。手术，手术它的维持时间也比较久。然后重点它又是内开，内开的话没有伤口，很好照顾。那法令纹也可以吗？我觉得法令纹也很深哎。也可以啊，你只要爱笑了。笑是好事，但是是长期累积，然后加上就是老化的话，就会让我们这法令纹累积了。对啊，所以这两个都是可以手术的，都是可以手术来改善，就是没有憔悴的感觉之外啊，让人家就觉得，你怎么变年轻？完全说不出来哪里变，但是就是觉得变年轻。自带美颜相机在脸上，对对对对，可以考虑哦，就是这样就不用每年都去花钱去打玻尿酸那些东西。对对，反反复复其实也花钱啊。对啊，可以考虑哦。好的，解说什么是什么？当然喽，我觉得啊，当妈妈就像我也是个辣妈，自己讲，就是在家不要有黄脸婆的感觉，当妈也要变漂亮。当然出来还是要正妹的样子，怎么可以被比下去？女生还是为了自己变漂亮啊，女为悦己者嘛，就是永远把自己打扮漂漂亮亮的才会有人喜欢。先爱自己，再去爱别人。当然当然，爱小孩之外，我们要爱自己哦，一起做个漂亮妈妈。当然，那今天谢谢安雅来跟我们分享，谢谢。大家好，我是法桥医美诊所总院长邱俊彦，以下是我们法桥的卫教时间，请大家详阅字卡。